是差啦，只要都係好嘅在，即係可以同全世界每個地方嘅專業嘅電影人喺埋一齊。好開心嘅，有好多新，有好多新嘅戲，一齊去交流啦。咁今年度有冇話邊啲電影咧？即係家人之自己有特別難忘咧？有好多喎，《少年的你》啦，係《南方火車站》劉烨嘅《南新大戲院》啦，係都係家人之自己比較印象比較。多謝你聽嘅，多謝你嘅支持，唔該曬家人之。我们现在很欢迎下面的你的团队导演郑国强女主角周冬雨也是我们的焦点演员跟易烊千玺是男主角还有跟我他们一起红毯的是Venus Wong王敏嘅。咁啊，頭先我哋嘅大使家人姐都提過啦，呢一部電影《少年的你》咧，都係佢非常之留意啊。咁呢部電影咧係收到極高嘅評價，我哋嘅電影票房啦，目前為止我收到嘅資訊咧就已經突破10亿噶啦，亦都係入圍咗今屆澳門國際影展嘅新華語影像競賽單元啦，有望獲得更加多嘅獎項啊！And the film is presented in our folk festival as part of our new Chinese cinema section. 好的，就要问一个问题给三位都是同一个问题。下面的女士，电影是票房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成绩，谢谢。还有观众也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可以感动到这么多人呢？你们觉得？我觉得是两位演员的表演，因为我觉得在我自己拍，我拍完之后看剪接过程，我也其实特别给他们的表演打动。我觉得主要真的是让大家感动的，真是两位非常棒的演员的演出。大家有咩共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导演，导演也好，还有导演的太太也好，然后那个千玺也好。我觉得是整部电影它的立意非常深，然后为青少年发出了很多的声音，引起了大家思考，我觉得很不错。就希望今天在里面再见。